有了小型风机所发出这一度的电，印度的家庭生活已经获得了改变。没一来的的卡人的卡带过的卡人我的马的阿拉拉拉的不是给你的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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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电力正在改变大大的世界，不只是在印度，包括了孟加拉、奈吉利亚还有加纳等等的很多地方。只要你拥有了风这样的自然条件，就可以非常容易的装设小型风机来改善生活。回想在清奈所看到的一切，真是缤纷多彩，却又新旧夹杂。混乱落后的地方自有其生存的逻辑与哲学，但透过无数个小型的风机，这样的微型创新却逐渐打开了这个国家脱离贫穷的各种可能性。这是属于印度特有的机会，在这片土地上抽芽，绽放出未来的希望。